你别笑，阿宝，啊，最后转眼你又是左腿挠我了吗？我说阿宝，这回是过瘾了，这回压力也大了，不怕的，玩大就得吃下一天，就得吃，天天头脑有胡子晕了，我这心里面有点虚虚的，有点害怕，对啊，怕什么哈？捆外边了还怕？我写的真有点慌啊，不用怕，就得使劲吃，对。这一体也不错啊，妈，就得使劲吃。你妈挺能的，姑娘们。还是你，今天头脑老糊涂，糊了都。我头脑被糊两天，哎，没能转向。天天啊，东西哪买都不知道。对，这两天我就炸了。对，这两天我站在外边，这衣服一定得晾干吧，就得晾着吧。这得晾。我上不死你。上不死。上不死。不死啊。是太我被逼无奈了，知道吗？你们啥时候无奈的啊？太凉，现在还在屋里边说你们呢。说什么了？说要打你，还要打你。你快出来啊！给你，哎，我现在出来救你们了。给你多少钱？把你说埋了的你。给我二百啊。就给200啊。嗯。你把我放开，我给你500。我也给你500，来。你也给我500啊？给，我放开，放开，不要跟你一桌，咱一桌就赚200块钱。好，这个放1000块钱啊，对，1000块钱，说到做到，马上给你。我不是为了钱，我跟你说，老不忘了，弄死。我不是为了钱啊，我都冻死了。你别笑，我现在还在屋里边。我知道你心太凉了。说你，我上个厕所，偷偷摸摸把你凉放开，快，走，马走。阿乐掉里了，上个厕所掉里了，这回是。这啥呀？这是啊！没想到，我起来了吗？啊！没想到，起来，起来！阿乐，你怎么了？我走，出去！你走了，出去！我还太不了！阿乐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开了，怎么开的？交代给你开了。站好，阿乐，给我看好了，石头洞怎么治它？石头洞，你把东西开了。炸鸡，收蝴蝶。你都多大了，你都还尿了爸。